个海边去看看。OK， 好。一会儿咱这里买了，拿到对面这边，去烧。可以。为什么要给我拿多点好运？最好嗰只，唔系同你讲笑。这带料箱是泰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这里是可以吃的。有些地方是很难吃，为什么？这个带料箱它生，一吃就，里面肯定都是肉筋的。这个斑马料箱就比这个是吃一个的。明白了。因为它的肉呢，就是很松散的那种， okay。 而且呢，它的皮肤稳定，可能你吃个十只的七八只 ，OK， 其他的不行的，里面是空的，明白？没啥肉。做潮州的冷菜，潮州冻菜呀，冻蟹。潮州冻蟹。冻蟹。潮州餐厅一共2000，对吧？嗯。你再去买一个，大概5-6百块钱就行了。哦。小很多了，你看看不同级数了，你怎么选好的蟹呢？对，这些蟹是很好，因为它很，这很活的，你看看，他们只卖好东西的，他们。哇。不好的他们不卖。对。我都太久了，我都忘了。你看，它是七二龙，它是第一个级别的，很多店呢，他们是用这个七二龙。还代替蓝澳了，是七澳了，是第二的，但是已经很好了。哦。顶级的蓝澳的话，最好的了，第二的是最贵的，最好的，因为它的肉是比较坚实的，而且每一只的个体是差不多的，一些。西澳这是西澳的，这是南澳，那你要跟他们很相似对吧？对，哦，现在是那种帝王蟹了啊，是，哦，蟹没有说品种啊，哇塞，哦，行。他们卖的价格也是特价，哇！上下很小。你看一看，价格很便宜，所谓的老品啊，而且他们自己上的。哇！为什么他们比市场上的更卖贵？这个东西里边，看样子真的很像是老品。哎，就。这个是最顶级的那个红了，对吧？红蟹。这红蟹，红蟹。啊，这个是最顶级的那个红蟹。蓝蟹不错。啊。它的肉是最饱满的。哎，对。呢排冇咗好耐噶啦，佢咪成日因为咧。加拿大咁嘅天氣又唔好啦，有疫情關係啦，冇乜人開工啊嘛。啊，哇！幾錢啊呢一批？呢啲我哋翻嚟到150-幾蚊。哦。